这是秀芳，我的大女儿。阿姨，我到了。她非常勤奋。这个是自己的薪水。谢谢阿姨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拿回去给小弟小妹吃。谢谢阿姨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，小心点啊。寿司。你看，爸爸。我可以现在吃吗？我们回家跟爸爸一起吃好吗？爸爸，我回来了。我带蛋挞回来给你吃哦。在我太太在世时，她曾告诉我说，秀芳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处处以家庭为重。每当我看见秀芳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的希望。秀芳， it's your O-level results. You did very well. I guess that that's true. 你啊，吃多点菜啊。爸爸，你也吃。嗯，乖了。秀芳，嗯，考试成绩如何啊？没有考得很好啊，爸爸。为什么考得不好啊？你每天晚上不是有温习功课的吗？为什么考得不好啊？其实我想出去做工。做工？你书都还没有读完，你能够做什么？谁要请你啊？你是不是要像爸爸这样子？没有读到书，一无是处。可是我可以帮忙照顾家里啊。家里不需要你照顾，要做工就不要回来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来，不要学姐姐这样子没有用，书都读不好。错怪了你，我不好，我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不要这样子。
真的为这个家好。放心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能牺牲孩子的未来。Said that I'm cold.